月都有钱，没有每个月啊。我们大家都是中计的受害者，好吗？你们也是中计的受害者。你们六月三号也被我自己定了一个六三日啊。虽然那天我也没干嘛，我也没骗大家，但我就觉得那天属于我自己。但实际上，我每天都属于我自己。谢谢。只是就想要搞个纪念日啊，怎样？烦死。